想必不少粉丝在浪姐的舞台上看过王心凌之后，就会好奇王心凌的保养秘籍吧。换在之前，谁也不敢想象，到了这个年龄的王心凌依旧是皮肤白皙，脸上看不出有一丝的皱纹，腹部的马甲线更是清晰可见。不少网友也是纷纷感叹，时光带走了我的头发，王心凌却成了意外。王心凌一直以来就被冠以不老女神的名号，因为一直以来保持扎实的唱跳功底，王心凌每次登上舞台都是所向披靡。要知道，当初追赶王心凌的那一批粉丝，如今不是当上了企业老板，就是霸道总裁，可王心凌却一如既往的像颗暖阳一般，温暖着这一代人的心房。娱乐圈里性格漂亮的年轻演员不要太多，像吴谨言和张天爱等人也是受到众人的瞩目，可是等到真正登上舞台的时候，才知道只有王心凌是那实力和颜值并肩的一个。而王心凌所拥有的这一切，都离不开对自己极其严格的自律性。期间王心凌在四宫穿包臀裙看懵众人，幕后的张天爱直接看呆，吴谨言更是看得挪不开眼。可见时间尽管过去多年，但是如今的王心凌依旧如花季少女般。那么看完，你羡慕王心凌的皮肤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